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学习去热闹的地方，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。当，当，相反，相反，热闹，热闹，躺，躺，响。响，敲，敲，猜，猜，租，租，钥匙，钥匙，马虎，马虎，尽管，尽管，打扰，打扰，呀，呀，长江。长江。Okay,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当的时候，当我觉得累的时候，我就回家睡觉。当同事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总是耐心地回答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话。当我觉得累的时候，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听音乐。弟弟正好和我相反，这种时候，他喜欢去热闹的地方。和别人一起唱歌、跳舞。当我觉得累的时候，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听音乐。弟弟正好和我相反，这种时候，他喜欢去热闹的地方，和别人一起唱歌、跳舞。请回答这个问题：弟弟累的时候会做什么？讨厌约会，喜欢玩电脑，会找我聊天儿，会去唱歌跳舞。答案是：会去唱歌跳舞。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原点。Now the grammar points of the second passage。尽管怎么样，可是 or 但是怎么样？尽管每次都红着脸向我说抱歉，打扰了，可是过不了几天，就又能听到他的敲门声了。尽管每次都红着脸向我说抱歉，打扰了，可是怎么样？可是过不了几天，就又能听到他的敲门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话，the second passage。晚上，我刚刚躺下，就响起了敲门声，一猜就知道是和我一起租房的那个人又没带钥匙。他好像特别马虎，尽管每次都红着脸向我说抱歉，打扰了，可是过不了几天，就又能听到他的敲门声了。Now normal speed。晚上，我刚刚躺下，就响起了敲门声。一猜就知道
是和我一起租房的那个人，又没带钥匙。他好像特别马虎，尽管每次都红着脸向我说抱歉打扰了，可是过不了几天，就又能听到他的敲门声了。现在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 敲门的那个人怎么了？生病了？走错门了？工作太忘拿钥匙了？Forgot the key. 答案是忘拿钥匙了。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。先看问题。 小王怎么了？去打针了。买了台电脑。买新房子了。写错地址了。带着问题，我们开始听。Now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. 今天是小王请客，他有什么高兴事儿呀？ 他搬新家了，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，顺便看看他的新房子。是吗？他在哪儿买的房子？他那儿的名字好像是长江花园，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小王怎么了？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难句。 今天是小王请客，他有什么高兴事儿呀？Treat 请客。中国人有高兴的事儿的时候，常常请客。二，他搬新家了，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。 顺便看看他的新房子。Move to a new house, 搬新家。我们再听一遍。今天是小王请客，他有什么高兴事儿呀？他搬新家了，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，顺便。 看看他的新房子。是吗？他在哪儿买的房子？他那儿的名字好像是长江花园，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小王怎么了？好，现在请回答这个问题。小王怎么了？答案是。 买新房子了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当、相反、热闹、躺、响、敲、猜、租、钥匙、马虎、尽管。 打扰，呀，长江。在生活、学习或者工作中，我们都有累的时候。当你觉得累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再见，下次课见，加油！